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愿意永远守着你，爱着你。世贤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公司临时有事，暂时也走不开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有件事给你。你为什么不肯承认？你明明是被我的爱吸引的。不是爱，是勾引。无所谓，就算全世界都唾骂我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，因为我真的很爱你。天真。世贤，你就这样跟品如结婚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明明我们两个都喜欢你，为什么你却选择他而不是选择我？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爱恋，只是我们的确不合适。洪世贤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轻易甩开我。进了我们洪家的门，就得守我们洪家的规矩。我今天打牌输了8000块，你马上去取10000块钱给我，听到没？是，我这就去。这也差不多。我会对你好的，以后我天天回家陪你吃饭。品如虽然好，但结婚这五年我的确腻了烦了。喂，咱俩现在这叫偷情，你得低调点，懂不懂啊？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还用人东西啊？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了。你好骚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没有事情瞒着你，难道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小姐，这是刚刚有位先生送到楼下的勿忘我。我对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过去的事这样就过去吧，有些关系还是到此为止的好。我是绝不会放手的，绝对不会。世贤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在这里自取其辱。你是一个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你怎么可以毫无羞愧之心？姐，你太过分了，反正我这辈子只会认品如这一个姐夫，我不会祝福你们的。看来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她。你想报仇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你好，我叫高珊珊。洪小姐你好，我们集团总经理想和你单独聊一会儿。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为什么还要接近那个女人？难道你忘了他曾经伤害过你吗？我很感谢你救了我，但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和你没关系。您好，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是他，他还没死啊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那个高珊珊在一起？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那个懦弱无能的林平，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来肆意破坏我的家庭。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总部新调任的执行长高珊珊。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喝一杯吧。
诗仙，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被你吸引了，你愿意给我个机会让我在你身边照顾你保护你吗？洪诗仙，艾丽，你们曾经加注在我身上的屈辱和痛苦，现在也该轮到你们自己来好好感受了。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计划好了要报复我是吗？在你随意践踏别人尊严和真心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自己终有一天也会沦落到同样的下场。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你实在没有必要再跟着我了。我不会走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你一直心心念念要报复他们，可这样真的能让你感到快乐吗？放过他们吧，也放过你自己好吗？根据检查结果来看，你已经到了胃癌晚期，好好珍惜你剩下的时间吧。诗仙，以前是我不懂得珍惜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诗仙，谢谢你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离不弃，这辈子能够遇到你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就算那是错误的爱情我也不后悔。对不起，是我亏欠你太多，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要早一点相遇，然后永远都不分开。品如，17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当时我爱你的心绝对是真的。我很抱歉没能一直陪伴在你身边，还给你带来很多伤害，我想你应该还会祝福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我跟艾丽吧。傻瓜，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原谅了你。